冷呢？立刻招人，这是招看你，你真棒啊！不是冷呢，太棒了！哎呀，立起来了，这是招呼人的，招呼瞅瞅的那意思就是。我手机了。哎呀，这一立起来了，在那招呼人，哎，招呼你，真棒，你真棒！吓唬你，有，现在不怕了。哎，哟，我搬进来了，还要。再用一年也得换它。这家伙要使哎。创投啊！哎，今天姐睡觉了，还能喝瓶啤酒。这得拉根儿。拉根。哎妈，酱有点多了，好像。这味儿真臭。搁这都行。吃饺子再拉根儿，行不行？喜欢啥都行。吃掉也行，嗯，别吃多了。怎么的？冲，老冲啊！看看这冻的多好，直嘚瑟。哎，喝点饮料吧。果汁啊？那美的呢？阿爸，看爷咋的了？王凤爷爷。这是老过瘾的，你站的啥呀？拉根儿吗？不是，我是，嗯，不是。你咋不吃呢？那么，这是我。喝点吧啊！来，少来一点吧，少来点试试。多了，多了。三百来的。这么多的，这关键的，哎呦，哎呀妈呀，这比差不多点，哎呦我的妈呀，这劲儿真足啊，这关键，哎呀，这关键的，这要长高了，这不能吃吃，一下子走，我这走一面，刚才是酱油，鲜酱油，顺着一面就顶上去了，哎呦我的妈呀，呀，还挺过瘾哈。拉横幅呢，在那块儿。村里头和乡里头拉横幅。哎妈，这还站着呢！太多了，太拉了，太顶鼻子了。